你是穿越风雪的神鹰，你是藏民心中的英雄，你是起死回生的曼巴，你把春光送到藏民心中。你是穿越风雪的神鹰，你是藏民心中的英雄，你是起死回生的曼巴，你把春光送到藏民心中。千里藏民遍地不念烟，千里竹马赶路难看烟，千里竹林就地难为烟，千里钢枪轰鸣难骂烟，千里藏民遍地不念烟，千里竹马赶路难看烟，千里竹林就地难为烟，千里钢枪轰鸣难骂烟。你感动了，感动了马群，感动了山川，感动了草原，感动了北京。你的事迹，你的事迹在神州大地传颂，在神州大地传颂。你感动了，感动了马群，感动了山川，感动了草原，感动了北京。你的事迹，要说感动，是大草原，是大草原的亲人们感动了我呀。就连我的生命都是你们从狼群里救出来的。忘不了43年前的那个傍晚，我独自一个人从上海来到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草原，我杨致远来了，我来去草原。
唤起我包家去，激荡心血。志远，孩子，你的选择是正确的，这是你的人生目标，你去吧，去大草原实现你报效祖国的理想，妈妈支持你。妈，我记住了。孩子，别忘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常回家看看妈妈。哥哥，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我会想念你的，我会慢慢长大，你走后我会照看好妈妈的，你就放心吧。只是我的好妹妹，哥哥也想你们，我会常回家看你们的。我们等你回来，等你回来。临行前，亲人话回乡耳畔，朝廷花轿宴，金色衣衫。将军，瞄准头狼就开枪。阿爸，哪一只是头狼啊？瞄准最前面的大灰狼。不好，那人危险，快开枪。阿爸，他怎么了？啊，不要紧，没事的。他的晕厥是高原反应和心理紧张造成的。你看，他还是个汉族干部呢，刚才差点就被野狼给吃了。
我不识汉字，你赶快看看。阿万仓公社资委派上海医学院毕业生杨志远同志到你公社卫生院工作，马曲县人事局。阿爸，他叫杨志远，是县上派到咱们公社卫生院工作的医生。医生和你一样是个慢爸。太好了，杨金，快把马牵过来，咱们一起送新来的慢爸回家。阿弥陀。杨志远将自身融化在绿色的大草原中。半年过去了，他每天早出晚归，给牧民治病开药，救死扶伤。杨满爸辛苦了，哎，快进屋，我给你熬好了香浓的酥油茶，就等着你来品尝呢。台长大叔，我呀不进屋了，今天还有几副药要送到病人家里去，我是先来看看您的病情稳住了没有啊。稳住了，稳住了，稳住了。好，曼巴，你真是草原人心中的神鹰，才来半年就把我阿爸的气喘病给治好了。
杨金姑娘，我不是什么神鹰，我是到大草原来接受改造的。哎，什么改造不改造的，我们只知道你是个治病救人的好医生。阿爸说得对。哎呀，是你这个小曼巴治好了我这个老曼巴，这传出去让人家笑话呀。哎，这有什么好笑的，咱们医生也是人，也要看病吃药啊。杨曼巴，自从你来到草原后，我阿爸可高兴了，他常对我说，咱这儿自从来了这个新曼巴呀，他学问好，本事大，胜过我老曼巴百呀。哎呀，过奖了，过奖了，过奖了。女儿说的是实话呀，是你杨曼巴治好了我的顽症，这个情我记着，就是咱马曲黄河湾的水流干了，我也不会忘啊。大叔，您言重了，要说情，就连我的命也是您和央金救的。半年前，如果不是您和央金在荒原上救了我，那我恐怕早就喂了野狼了。杨曼巴，杨曼巴，我的女人肚子这么大，娃娃出不来，人快不行了，你们快去救命啊！有多长时间了？天不亮就折腾，已经昏过去好几次了。你家离这里有多远的路程啊？好远好远呐、啊，绕过河湾，再翻过两座大山，你们快去救命啊！再晚，我的女人和娃就没命了。佳琪，赶快回去空调上，你打过开水，我准备手术器械，马上就到。哦，等等，两条人命，山高路远，我是个老曼巴了，我们妇女也要去。杨青，我和佳琪先去稳住病人，你赶紧帮杨曼巴准备好手术器械，一同前往。佳琪，我们走。也只能如此了。好，我去准备医疗器械，请马去。好。情况危险，命悬一线，你需要去救助，可不容缓。Thank you.
是何其一匹马，不然肯定会跑散的。什么？何其一匹马？不行，不行，不行！你想想什么？这里雨雪不分家，马跑散了，肯定会把你这一生人给冻僵的。Thank you.
哥哥身上。都怪我，没有把你照顾好。我以为我要冻死在这里，多亏了你。咱们还是赶紧回去吧。回去，那孕妇就不救了。可是你的胳膊不治疗怎么行啊？关键我不是还有这只胳膊？别说，条胳膊换回两条人命，值啊！快拖上吧，咱们马上去救人。好，咱们。万仓公社赤脚曼巴学习班开班喽！阿万仓吹哨摇，一平安，办一个赤脚曼巴学习班，确定了三位学员，现在可。在这一天，彭主任，阿满堂赤脚曼巴学习班学员前来报道。好啊，你们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好好的向杨曼巴学习医术啊！彭主任，你就放心吧，我们一定认真学习医术，保下我们的大草原。好，彭主任，彭主任，我也要学曼巴。好啊，好啊，胡闹！谁让你来的？咱藏人说话不拐弯子，曼巴女的不行。姑娘家嘛，只能在家帮阿妈做饭。为什么不行？在阿万仓教我汉话说得好。是啊，汉话说得好，说得好也不行。要是杨曼巴说行呢？这，杨曼巴来了。杨曼巴，彭主任，杨曼巴，你伤刚痊愈，怎么又到处胡跑啊？今天开班，我这个倡议建班的人能不来吗？杨曼巴，我也要学医，你说行吗？好啊，学习班正需要懂汉语的人，你来呀，可真是恰到好处。可她是个女的呀。哎，彭主任，咱们学习班不分男女，一视同仁。这么说你同意收下我了？彭主任，你看呢？这好，只要杨曼巴同意，我没意见。好，谢谢彭主任，谢谢杨曼巴。杨金，你和三个学员先进去把黑板挂好，待会儿啊，我给你们四个上第一课。好，好，去吧。
杨曼巴，央金这姑娘泼辣得很，人也长得漂亮，是我们阿万仓大草原的格桑花呀。是啊，央金的性格可比那小伙子还直爽呢。是啊，杨曼巴，草原上的花儿说开就开，你可别错过呀。央金的确是个好姑娘，不过我和上海的女友相爱多年，她对我一往情深，明年我们俩就要登记结婚了。哦，杨曼巴，这事儿可从来没听你说过，她叫什么名字啊？哦，她叫吴娟。吴娟？嗯，好吧，杨曼巴就等着喝你的喜酒了。杨曼巴，上海来信了。哎，杨曼巴，说不定啊就是吴娟来的信呢。你呀啊快去，哦，快去看看呢。好，那我去看看。快去，我去看看。彭主任，杨曼巴呢？收信去了。是上海的家信吧？是啊，说不定啊就是他上海心上人来的信呢。哈哈哈哈哈。对不起，杨金，跟你同班学习我真是太高兴了，这真是菩萨给我的机会。什么机会呀？杨金，你是我心中的格桑花，跟你在一起我的心情就像像什么？像蓝天一样晴朗。那你就好好学习吧。那你呢？我什么？你要答应我，将来我要是当了曼巴，你就要嫁给我。你当了曼巴当然好，可我为什么要嫁给你呢？啊，我是草原的骏马，难道你不喜欢我？草原的骏马有自己的安排，我央金不是你的安排。啊，那你是谁的安排？那你是谁的安排？我呀，不告诉你。啊，那你，你们看，杨曼巴手里拿着一封信，在那里发愣，他怎么了？转眼我们分别多年了，这些日子是漫长中的等待，更是日日夜夜的煎熬。原以为你报名去了草原，我们的感情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可是我想错了。我们都是现实中的人，一年四季都要实实在在的生活，日复一日，只有孤独和寂寞伴随着我。我们的感情不能再继续维持下去了，志远，我们分手吧。原谅我，我不是一个坚强的女人，我无法再承受这一切。风萧
心悲伤处，心里很强恨，不能听可
晚，且劝我思归程，愿心慌，想到此一阵阵脸红儿烫，怎难舍弃安妮一种情长。从今后，从今后抛思念，坚定理想，大草原就是我第二故乡，不觉得云雾展笑心肠。会在这里，我在这里，你刚才的话我都听到了，我听到了一个男人真诚的心声和忏悔，也看到了格桑花一样美的心灵。杨曼巴，我杨金，心不散了，眼前敞亮，河水流去不再复来。出现昏迷，亟待抢救。我们三个刚入门的赤脚曼巴实在没有办法救治啊！
唐主任，怎么办？现在疫情来势凶猛，情况十分严峻，你是老曼罢了，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你们看，这是杨曼巴和央金采槐的无名草。为了采集此草，回来他就累倒了，现在他也感染了斑疹伤寒病，他说此草可以缓解疫情，并要亲口试尝此草。不听，无名草是有毒的，我听人说吃了此草，轻者致残，重者致死。杨曼巴是咱们草原的恩人，他万不可冒此风险。彭主任说的对，绝不能让杨曼巴冒此风险。我来尝，我来尝，我来尝。别争了，大家都不要争了，这无名草也只有我来试尝。志远，你知道这无名草有毒？知道。轻者致残，重者会死掉的。我也知道。既然知道，你还要试尝？只有试尝才有希望啊。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因为我也感染上了伤寒疫病，也只有我才能试验这无名草的药效啊。志远，杨金，我是一个行医之人，此时此刻正是我报效大草原的时候。你是我的知己，更是我的学生，请你就理解我这唯一的选择吧。无名草是有毒的，轻者致残，重者丧命，重者丧命啊！Thank you.
时候才能回来看看妈妈？哥，离开时你说要常回家看看，可到了现在也没有看到你。有几次妈妈重病昏迷中不断呼唤你的名字，哥，你不孝顺妈妈。别听你妹妹的，妈没有怨恨你，妈最了解儿子的心。哥，你不孝，你不孝。妈，我对不起你，我更有愧于杨金呐。常要深造苦心，留下去成都苦不免残生啊。
我这不是好的。你吓死我了！阿爸，这平安草看来有效，赶快推广救人呐！杨万八，是草救了我们大家，代表阿王仓的父老乡亲，谢谢你了，谢谢你了！不，这我可承受不起。要感谢大家给了我这个报效草原的机会，我给大家鞠躬了。哎，杨老爸，1978年百业待兴的中国教育界又恢复了研究生的考试制度，这给杨致远又带来了一次返程的机会。他投入到准备考研的紧张复习阶段，那年是他第一次携妻子回到了上海的家里。妈，您坐。妈，您身体不好，就别照顾我了。最近你复习外语费神耗力，喝杯咖啡养养精神。哎，不过你英语底子好，若是考研究生是不会费劲的。妈，您的意思是？志远，这是个机会，你要真能考上研究生，就能回到上海来。你要真能回来，那咱们一家就可以团圆了。是，妈，您身体不好，先回屋歇着。这件事情呢，我会好好考虑的。啊，妈，您歇着啊。志远。哟，杨金。志远。你回到上海后，没日没夜的背单词，你该多喝点奶茶，补一补啊。杨金，你说，我到底该不该考研呢？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杨金，如果我真考上了研究生，我就把你和孩子都接到上海来。来这儿啊。上海倒是什么都好，可就是没有大草原，将来咱们孩子来了没有马骑。没有马骑可以坐车吗？杨金，你说句痛快话，你到底愿不愿意我回到上海来呢？我嗯，我还是那句话，这事儿你自己拿主意。杨金，杨金，我给你熬药去。熬药？哥，哥你怎么了？吃的什么药啊？才个老阿爸是草原老曼巴了，我的胃不好，他专门给我配的胃药。哦，你的老阿爸对你可真好啊。是啊，我的学生道吉来的时候把珍贵的藏红花都给我带上，那是治疗我的老寒腿的。对了，还有丹增，他把雪山上采来的雪莲也给我带上了，我呀，可真想他们呢。哥，你这是人在上海，心在他方啊，难道家里人对你不好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吗？很清楚，你对这个家已经陌生了。说什么？
人呢。说什么？从你一回到上海，我就觉得你魂不守舍的，这样考研是考不成功的。那又怎么样？那又怎么样啊？拿不到学位，你就回不了上海，你就回不了家。芷欣，你看，我现在不是在家里吗？这不一样，我要你拿到学位，堂堂正正的回到上海，可你心挂两地，被草原和老婆绊住了手脚。芷欣，你不能这么说你嫂子。她是你的亲人，我和妈就不是你的亲人吗？草原是你的家，那生你养你的上海就不是你的家了吗？芷欣，我知道这些年难为你和妈妈了，对不起呀。现在需要的不是一句对不起，是我们一家人能朝朝暮暮生活在一起。志远，杨军，我小妹，你们的话我都听到了。我想好了，你考研究生是件好事儿。婆婆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也需要你在身边照顾。哇，杨军，老夫妻多小妹，不怕你心今天呢，你闪开。哥，如果你迈出这个门槛，你就不是我哥。你可以不认我这个哥哥，可我还要认你这个妹妹呀。你闪开。Thank you.
志远从上海携妻子重归大草原不久，阿万仓发生了一场大火，藏民曹家在大火中被重度烧伤，急需做植皮手术。危急时刻，阿万仓的藏民凸显出他们特有的善良和勇敢，纷纷争着切割自己的皮为曹家植皮。植我的皮，植我的皮，别争了，大家都不要争了，这事儿我看还是要听杨曼巴的，他正在帐内为曹家检查伤情，我们还是让他来做决定吧。对，我们都听杨曼巴。志远，快说说你的主意。刚才我又对曹家的伤口进行了详细的检查，目前他烧伤的皮肤已经坏死，除了植皮没有别的办法，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伤口继续溃烂，那会危及他的生命啊！那就赶快手术，越快越好。目前伤者的伤势十分严重，不能在他身上割皮植皮，只能采取一体植皮的治疗方案。我们大家都做好了准备，都可以为曹家植皮呀。对，植我的皮，我的皮，植我的皮，我的皮。谢谢，谢谢大家了。不过，一体植皮很可能产生排异反应，你们大家都不合适。目前最合适的人选是我。为什么？因为我是一名医生，这些年疫苗我都打过，一体植皮产生排异反应的可能性最小，因此用我的皮给曹家植皮最安全。志远，如果从你身上割皮，那种痛苦你是知道的，你怎么还能亲手为曹家做植皮手术呢？请阿爸放心，我能够坚持。目前伤者伤势十分严重，手术每耽误一分钟便会增加一份危险。现在大家都听我的，到吉嘎子，到，你们赶快把手术器械准备好。是是。杨金丹增，到，你们赶快把酒精和棉签准备好，咱们马上对曹家进行植皮手术。是。杨曼巴，彭主任，杨曼巴，你看谁来了？哥，哥，小妹，你怎么来了？哥，妈妈生病住院，连拍三封电报都不见你回信，我只好赶到草原上来找你。小妹，你的电报你哥都收到了，只是这里发生了意外。意外？什么意外？
这里烧伤了一位藏族同胞，我陪他在这里已经好几天了，所以一直回不去。可是妈妈重病在医院时常昏迷，你要赶紧回去，回去晚了怕就见不到妈了。我给他做植皮手术，而且什么？还要从我的身上割皮植皮呀、啊！什么？那就算做完了手术，还怎么回上海呀、啊？这件事情，哥已经做了决定，情况万分危急，也只能如此了。好啊，我千里迢迢赶来找你，没想到却是这样的结果。为父眼泪上心，不生生气多多难，不轻易不是心难，妈在病房间儿盘旋落落，不是二妈心有病害，听我将哥哥作愿，眼前是破是他进退两难，是因为患者病重有生命危险，我若走回留下终生遗憾。你为何还留你他们不断很珍惜老人家风的日光，在上海妈妈治病有医院，我若走患者丧生一旦见，你竟然对妈妈没有警告，我不当白来一趟，独自望。志新，志新，你
人亡，妈妈她轻舟荡帆，只为着过上些金餐钱。哥哥我别离家天涯远呗。甜美的带对家庭，我愧疚说
妹。首先是大草原感动了我，在我人生最困难的时候，是你们给了我生存的信心和做人的尊严。我不是神鹰，更算不上英雄，我只是尽了我的一份职责。我是草原上一个普普通通的医生。哦，
像花